现在请黎子矜小姐唱歌。借水啦！唉，今晚咁暖，仲冚过头粉，简局真系身寒嘅啫。子矜啊，咁鬼猛啊！子矜，三步开眉头，再不明更浓。你今晚唱得真的好了，我都不知道多害怕。黎小姐，你的歌喉非常好，恭喜你。多谢你梅伯。黎小姐，梅先生说若果今晚我们来参加这个晚会，一定不会使我们失望的，现在果然是了。尹通哥说黎小姐很希望能够去外国深造，这样我和欧先生一定极力支持你领取奖学金，成全你的愿望。多谢你两位。子矜，恭喜你成功。我首先多谢你，真使乜客气啊，有天才的人一定不会被埋没的。